消息话警种收到怀疑土制炸弹。消息指包裹嘅收件人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。近中午经邮差派递去到警种，警方收件嘅时候发现封面书写唔似公函，亦都闻到火水味。随即通知爆炸品处理科，发现入面有电线同化学品，引爆嘅时候冒烟，但就冇爆炸声。初步判断系土制炸弹，由港岛总区重案组接手调查。